金曲歌王翁立友身穿大红色喜气棒球外套现身，跟师妹们一起逛春联大街迎新年。可以看到翁立友脸上好心情藏不住，因为这场活动也是翁立友升格人夫后首度公开亮相。真的很想要，就是看能不能哈一举得双胞胎。哇！哦，对不对哈？因为我说实在话的，因为我也老大不小了啊，妈妈哈。我妈等太久了，等真的很久了。然后，我又很喜欢小孩。元旦公布喜讯，升格人夫也是赶在农历年前推出新专辑，一路工作满档到过年，甚至除夕就开工，在新加坡围炉就连赶两场开唱，大年初一随即赶回台湾，在南投灯会演出，一路唱到元宵，行程破十场，也让属兔的翁立友直呼找到人生伴侣是本命年最好的礼物。师妹谢晶晶也精心送上兔子造型的春节礼盒，祝福师兄赶进度，要在今年获得兔宝宝。